我觉得长城就是一个小孩子看的一本童话书。当然还有很多在那种寒冷冬天下那种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友谊，小朋友之间的亲人之间的那种非常温暖的感觉。我当时在那个插播之后，他们跟着我，所以我觉得也是我们该离开的时候了。我们唯一的诉求就是要通过一种方式讲述一种真相。任其迫害，大家谁也不说话。他杀人放火了，那你是人吗？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当我画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作为一个专业的从业人员的时候，我并不难。但是当我在体会当时那种带回那种回忆的时候呢，我有一种很沉重的被压抑的感觉。再往前看。